剂全员加速中，你有什么必杀技？必杀技哦，说真还没想到哎，但是有一颗必胜的心。跑起来！又找到一个没有方向感的。那里有。你认为自己在节目中是怎么样的角色？我其实是来搞笑的。拍我，拍我！你要坚持住啊，够不够？啊，死了！真假的？怎么看导演最新一期给你的角色？例如说，我想选孙悟空，偏偏是傻悟净。大师兄。 师傅被这妖怪给捉去了，被这妖怪给捉去了啊！师傅，我们来了，师傅。我这个人还蛮听天由命的，就是交给命运跟这个节目的安排。为什么这个猎头牌又在我手上？处女座的，我好犹豫啊！半个小时过去，这盘还没拍完。参加节目之后的感受是什么？ 就是太紧张了，这个节目好恐怖。除了紧张之外呢，那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。哎，上面打人！你觉得全员加速中最大的看点在哪里？运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我们全员加速中一直跑给猎人追，也是件非常棒的有氧运动。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这台可以上吗？登上红色直升机。登上红色直升机的猎头。所以我觉得自己本身很期待第二季。 参加第二季的感受如何？没参加过第一季，所以第二季的感受都是全新的，挺好玩，挺好玩。为什么猎人总是抓你？可能多给他们发500块钱吧，可能。 那为什么不使用瞬间移动？主要是因为在咱们节目里用这个瞬间移动这个事儿，主要就是因为也不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功能。动手是吧？是不是动手？你等我找人去。杀！你觉得节目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？我认为应该多一些漂亮的。 女孩儿，还要融入进来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。这种场景，我估计大家只能在梦里出现吧。这都看花眼了、啊。你对美女有什么要求？颜值是没有上限的，这个长得漂亮就行。 首先，第一类火灾是 A 类火灾 ，A 类火灾呢，主要是有指木质。这得帮忙吧？你也不枉咱俩同桌一回。你在这儿吧？啊，我走我走，就这车间还给他给你过上了呀！我救人，干嘛呀？咱节目组就不能商量商量，就是能把就小宝哥他们拿掉。 在节目中，你会选择谁做搭档？就是我要是跟结伴的话，比如说艾拉呀，女老板可能需要一个男伴，林允啊，是吧？啊，你不要来！胡杏儿啊，哇，好坏啊，马苏啊，是吧？我们1000年没见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觉得我们结伴是非常，就是郎才女貌吧，可能那个感觉。大傻子，请说一下。参加完节目后的感受。竟然有你的好朋友在背叛你，这件事他接受不了。妈，你被转化了。上次录完像以后，回去以后膝盖两天都没敢走道，因为太这个太剧烈了。 亲爱的大东啊，你去哪儿了？